当零零后成为父母。亲爱的同学们，来到今天的讲座，首先看看你们身后的家长。都冇人嘅，吓冇理由喎，我明明通知咗4:03个字嘅。依家啲零零后边听得明粤语嘅啫，你应该说4:15。同学们啊，看看你们爸爸头上有多少白发。奶奶回哦，杀！再看看你们的妈妈手上有多少老茧。杀！蜡黄的脸庞，疲惫的双眼。你妈才长这样。我知道很难跟你解释，但我妈确实长这样。演讲的尾声，我希望孩子们可以跟自己的父母说一声我爱妈妈。我等等，我录下来，开始吧。来，开始了，来说说说，我开了 4K60 帧，说啊，快点快点，哭了好吗？哭一下哭一下，哭啊，哭了。最后让我们来一张大合照啊，大家不用那么拘谨了，可以轻松搞怪一点了。 OK 啊，准备好了，3、2、1，好，那今天差不多，我们原地解散吧。我决定，我决定，我决定。